叮叮叮叮叮叮。对嘛？怎么可能会七大死因呢？是不是？喏、no ，看到没有？神魔之大，欧啦欧啦欧啦！哦，这一队的优点哦，等一下跟各位解释。靠边，一句台词讲好多次。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哦，优点注意看哦。哎，对，我已经解释很多次了，有点累了哈、哦。看他补血的量啊，三 combo， 四 combo， 补一万多滴。四 combo 补一万多滴，哎、欸，这一堆优点不是只有攻击力强而已，它回复力也是非常可怕的。三 combo， 哦，其实它总共变成几 combo 嘞？16+8=24 combo， 所以它回复力会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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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时候绝对不是跳帧，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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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非常非常大的回复力。哎、欸，注意看啊、哦，我变几 combo？ 变12 combo 嘞，那是12 combo 的意思哎。哦，这样知道什么叫善用手动卡牌发挥最大的效益了吧？啊？哦 ，OK 啊、哦，用哑巴类似的队伍过了，漂亮！10130325，0355，漂亮，漂亮！看到没有？一档板的观众没有胡乱过，我从来没胡乱。通常我进场，他们就差不多通关了。你看他们观众多强！啊，对啊，等我一下，好吧？等一下下嘛。哎呀呀呀，那劲没中啊！而且我不是只有讲一位观众哦，是很多位哦，哎，哎，每次都好快快啊，哈，每次都好快快啊，哦，叠住了，叠了个猪哦，哎呦喂，哦，好快快哈，凑七次，嗯，我后天有事哎，可不可以不要凑七次？咱们打个商量好不好？一波把他带走，好不好？一波把他带走。嗯，哎、欸，没带走呢哈、哦。过来，我回复你边惊了。哎、欸，除非你断心哦！哎、欸，断心哈、哦、哈、啊，听不懂中文。Mocking， 嗯，感觉还没死，他还没死哎、欸。还没死哎、欸。哦，属性相克还真的有点耐打哦。哎、啊，终于前解了，开水屋，不急不急。不急不急，哇 ！CD 转就可以随时开了哈，哎、欸，烽火头都快烧起来了，红威塔都被修开了。护卫盾哦，先把那只护卫干掉，又断心了嘞，干得好嘞哈！哎、欸，袂歹袂歹，你袂歹，我惊我惊，无咧惊。好，下一关剩一滴，我无差，我无差。哎、欸，我无差，我无差。哎、欸，不要失误啊！过来。哎、欸，连续断星哎、欸，这不对吧？他是有在看我实况是不是啊？啊？干我讲说这队回复力超高，就干就。连续断心哎、欸，再断哦！哦，你快生两颗给我嘞，我刚才去加嘞，施舍给我，这对恢复力战哦，我就是要玩给各位看的，真的施舍呢。
叠珠，叠叠叠叠一叠叠一叠。哎呦喂，龙科啦！我靠，我看个刚才无啥搞，亏得较保险。要么把五颗木珠把关关了，我得烤出来。金贝贝塞一个啊，金贝贝也可以啊，金贝贝可以。多开的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保险起见。欸，其实这关卡真的没那么难啊，为什么会死掉嘞？我是看不懂。我自己打了一下，我觉得不应该是不会有其他死因才对。我看我在转什么啊？四combo变成14combo，有看到？哎，对，这种频频转出超好用的。四combo变14combo，了解哦。四combo让你变14哈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要玩我了，你又要玩我了。会不会转下去啊？这个直接消失啊！哈。哎，这样为什么不开水屋啊？啊，哦，我吃天降不行哦！啊，三十二 combo 没赛啊！我看到32 combo， 快点啊！哎呀喂，叠珠哦，叠了一个那个光珠，嘿，光珠！哎，左边那好像不小心的，无所谓了，右边是故意的。八风塞三五哦。魔族，对啊，八峰在三株啊，三株不三前面三只株啊，八峰加三屋就过了，其实中间随便塞都过了，真的啊，主要是，要做强化扶持出来，对，就这样，啊都不晓得去看 VOD 哈，等一下，风化三千移哦，移。开什么玩笑？200多万而已，这是瞧不起我的一个血量啊！我来灌过去啊！强化珠不好做，八方就对、啊，你就一直做强化珠就好了。哦，这一只是强化盾，只能轮转水，转水可以啊，可以转水啊，不会介意。15000而已嘛，还好。嗯，可他强化盾，先给他一波。先给他一波齁。一波波齁。过来。啊、哦、我你老输咧，我的珠子都没去啊。OK 了 ，OK 了，妥妥，不用紧张，莫急莫慌莫害怕，莫急莫慌莫害怕啊、哦！莫急莫慌莫害怕，莫害怕哈、哦！对、啊，就一直做强化珠就对了。沙丁波来啊、哦！三重强化、哦，三重鸡鸡是不是？姐，舒服啊 ！CD 的时候，趁 CD 的时候把他 KO， 下一关就好处理了。了解啊、哦，这一集一定要 KO 他哦 ，OK 啊、哦。锵锵，好了，各位的一波七可以出现了，交给你们了，剩下的交给你们了。刷到让 MH 看不到画面，他都不晓得你们在说什么东西。
叮叮叮叮叮叮。对嘛，怎么可能会七大死因呢？是不是？让 MH 看不到你们刷的画面啊！你手在冲啊！你手残嘛，唔忙你家残哦。手残忙你家残哦。看到没有？神魔之大！欧啦欧啦欧啦 ！K！ 哦呜！简直是一个超级变式的画面。左下角，怎么做啊？如果觉得我的影片不错的话，请记得点个喜欢。左下角还有个订阅哈，请记得按订阅，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虽然这时候有点结巴，我不管，记得要分享。我是平民百姓，下次见，拜拜。